一群等着吃饭的人。不是啦，是一滴就好了。是哪一个？你就拿这一个用。发红包的时间到了，啊，恭喜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红包给你，阿敢新年快乐，祝我们花中5000万，这是你的红包，谁给你的？你的，红包给你的，是男的红包哎。彩色的，你另外一边没亮哎，这位小姐，你在录哦？嗯，你有录到吗？有，你又没有按。好可怕，我怕死了，我不想要再做你。你看起来好孤单哦。没人理我呢。这个是什么？时间到了，阿公快点，我再传给你啦！哇哇哇哇！不满意，觉得太短是吗？是怎样？太嫌弃，嫌弃哦。嫌弃好不好？哎，东西掉下来，东西掉下来的还有钱。我们今天来哪里？公园。这哪是公园？明天是花市。花市没有开的。有啦，明天就那么多人。就是要一点点而已啊。还有动物园啊，你不是说要去动物园？是是是是。出发。我刚问我要买很多吃的东西。但问阿公说今天来到哪里，他说动物园。我发现今天很漂亮。今天灯光好，气氛气氛佳。我们要去哪？动物园。为什么没有我？因为你过年吃太多了，脾气太好。哇，我们到了，人超多的哎！12岁以下、65岁以上免费。耶，进去了。好好哦，99刷卡让我们进去。啊，新。嗯、高高兴兴哦。嗯，新竹市立动物园，你们有去过旧的吗？没有，有啦，这里啊，旧的就是还没翻新的时候，我觉得差蛮多的哎，现在变蛮漂亮的，一个人50块钱，之前20块。20块翻新后变50块，他很认真在看地图，请问你是看得懂有吗？我根本就看不懂，还没看懂。他已经脱拖拖，谁脱我拖鞋？他鸵鸟脱你的拖鞋啊！你可以模仿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就是阿公这样抱着你，然后这样看，然后你的脚伸在里面这样子，鸵鸟就来拖走了，就是他。你笑得那么开心，就是你害我的，干嘛脱我拖鞋？来了，又要来了，我来了，熊熊，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什么？有老鼠。是什么呢？一群矮个，他们不见了。淡定，我看到了。淡定，你伸上去就能照到了。我有看到了。哇，用这个看就好了。你要拍你手机拍下去这个。抓痒，小猴子抓痒抓痒，很痒。这里也痒啊，也痒。哎呦，表演了，哎，跳下来。站太高了吧？哎，你的表演了，来了。他们长得很生气哦。来，想吃东西啊。来了来了，金姐在你的下面。来模仿一下他的表情。你当人好可惜哦。在叮咚咚。我们过年再这样吃下去，就会跟他一样胖了。拜拜。别人做的饭很漂亮，我们做的不哪会，我们的也漂亮啊！我们刚刚花钱了，你看买的多漂亮的东西，这个我梦寐以求的。
爱心球篮，现在多六十五。你要买什么？不在。他要买这个。我喜欢这朵蓝穗，多大粒。看你敢看水，买了呢哦，下巴下巴呢，漂亮吗？漂亮，你坚持你要自己拿，对，坚持。甜蜜蜜，你笑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粉鸟林，好像是一个渔港。嗨 ，Hello。天哪，海边真的好冷哦！把阿公拍帅气的侧脸。这边靠近靠近，集合速度相当缓慢的一家人。你好，你好。好。集中度高，集中集中，我们到太鲁阁游客中心了，好漂亮哦！耶！你干嘛不好意思？陆健先生干嘛不好意思？耶！耶！通常我们家拍张照集合大概都要五分钟。好了吗？集合好慢，超慢的。其中之一还讲别人，集合集合，来我们坐这边来，可以哦。你要看有没有办法啊？可以，什么密码也可以。嗯，下一站了 ，Go。这里是哪里？叫进天祥的入口。天祥哦，太鲁阁国家公园东西滨横贯公路入口。这边这条路出口。阿公很会哦，很懂哦。哎、欸，我走很多次啊。阿公很厉害。2 hours later， 我们现在在这边好像是花莲的灯会，然后在东大门夜市里面。啊，这个好漂亮哦！你看，眼睛会亮哎。